中国历史的第一个十字路口啊，中国向何处去啊？十字路口，好神奇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么看着普普通通的，就是中国历史的时候，然后直通那个大烟囱，工业化是未来的事吗？您知道下面埋的是什么吗？不知道，不知道。嗯，你们听说过二里头人吗？就过去3700年前那些人。右手那儿就是铸铜作坊，中国最早的高科技产业基地。哦，那里啊，我靠，当时的硅谷。然后中国第一青铜爵，最漂亮的青铜爵就出在我们左手。左手。这个哎，房子底下。啊。那边是中关村，这边是紫禁城，这边是大石栏。大石栏现在还没确认啊，至少是南边是生产区，生产区啊，中间是政治区，政治区是吧？嗯，哎，就在我们考古队那一带哈，发现了墓葬啊，还有祭祀，嗯，就是像祭坛似的那样的东西啊，那不就宗教区吗？嗯，大家再往东走，就是这个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大道的这个工程公路，井字形大道啊，20米宽，哇，现代四车道，哦，四车道，这不就是王权的显现吗？对对，您对那个夏朝的这个态度和立场，我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呢，中国是世界上最有姓氏、历史最长的一个国家，如果这样的这个力度还要打问号，还要进行确认的话，那只能说是。我看连非物质遗产可能都不能算。大家也都知道我的史观哈，是这个。考古学本位的这样的探究，包括本人在内，偏于保守的考古学家呢，没有否认夏的存在。但是二里头尽管进入王朝时代，但是这是夏还是商前期不知道。夏是一个既不能证真又不能证伪的这么一个，夏肯定出自于文献，考古上挖不出夏来。只要没有像甲骨文那样的东西出来，我们不知道这堆锅碗瓢盆姓夏还是姓商。有没有一个清晰的夏的存在，真的那么重要吗？大家，这是个最大的问题。这个呢，就是变成一个迷思一样。我说夏呢，就是夏是中国人一个拂不去的梦啊，因为它是这个成丁里的这种感觉啊，就是这个民族哈，从司马迁开始啊，把它作为一个王朝的这个肇始哈出来哈，我们就有这种情节，我们有丰富的文献，以及丰富的史学传统，我们把这个看得比较重。嗯，看得重这个时代呢，又正好是我们想提振民族自信心的这个时代，嗯，又把这个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说这样来就是说，好多这公众他就接受不了，就是说就二里头一定要是夏才重要，嗯，西高月大墓一定要是曹操墓才重要，你说曹操墓他二大爷也比完全说不清楚要好，嗯，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心态，嗯，所以我现在作为二里头考古队的。队长成了一个焦点了，因为谁都知道许宏是不肯言夏的，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嗯，不是否定夏的存在，是夏是否存在根本无法证明证真还证伪。就是二里头，我说他从考古学本位上来讲，我说他是最早的中国，但是姓夏和姓商暂时不知道，嗯，就甲骨文那样的东西出来之前，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96年那时候也是整个的这个断代工程夏商周开始一个时候，对，这是怎么回事呢？比如对大家说，这是很听我也挺陌生。我第一次在北大听到李学勤先生去讲这个，我就觉得，哎，你们在为什么在做这些事情？很好奇。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也可以谈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呢，这个起因呢是当时的国务委员到这个埃及卢克索啊，卢克索我去过，对，是吧？说哎，去过。说埃及卢克索，人有大量的石刻的文字，对，文书材料吧，哈，然后呢？那个帝王的纪年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看到那些非常惊诧，然后这个东西埃及能搞得那么清楚，我们为什么不能搞得那么清楚，嗯，就感觉还是要争口气这种感觉，这是我们是文明古国之一，我们要一样的，对，然后感觉就是我们能不能投入点人力物力，我们就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样一种感觉。我也参与，我是夏商断代工程，我这是排长这一级的这种哈，当时是想99年向国庆献礼嘛，像这样一种所谓工程呢，在人文社会科学界是非常陌生的，比较谨慎的学者觉得这东西
搞不了。嗯，因为就是说很难这几年之内哈有个什么明确的说法。嗯，然后有学者说这个应该可以吧。嗯，然后就有学者接了嘛。我一直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成果，优秀成果，只能是学者个人本位的。而且我参加这个工程呢，我不认为这个政治影响他太多。嗯，因为这些人是学者。嗯，这人到最后呢，就是要靠材料来说话的哈。嗯，所以有这个来采访的时候，他就问，他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认为如何如何夏商什么，他说这个可以成立吗？我说不成立。现在我们说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个基点是武王伐纣，嗯，周武王伐商纣王，基点我们说应该是唯一的和准确的，但这个基点，就这个基点总共是有44种说法，前后相差112年。嗯，基点就开始这样了，然后对夏和商的这个纪年从400多年到600多年各家还有好多说法，而这个当代学者又采纳了不同的说法。嗯，那么到了夏这个地方啊，摇摆忽悠200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谁这么认为的，对不对？每个人都是每个人思想，怎么可能是，就是说怎么可能是一帮人有完全相近的相同的意思呢？嗯，说不死的情况下愣要说死的话，那就可别一说嘛。对，刚刚您说对夏的这种迷思，就是说就是您作为一个考古学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就一方面好，我们中国人看起来充满了对历史的这种向往或者尊重，没错，对，但另一方面我们在生活中是毫不尊重历史的，那传统只是在某个小地方有，它看不任何延续性，这种矛盾对您，对，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个深有同感哈。嗯，我们很流行无视这个真的，嗯，我们来找一些假的，嗯，我们搞一些很宏大的，甚至恢复一些祭祖活动什么东西的哈，这些东西我根本不参加，我绝对不参加这些，嗯，我接受不了。我们说什么是当地的文化名片呢？嗯，只能是残存不多的文化遗产，包括民居啊，包括那个古代的遗存，才是富有个性的。嗯，我前几年到这个广东的东部的那些县城，跟我老家辽宁辽南的县城几乎是一模一样。嗯，这次我们感觉非常非常难受的。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做的也不够哈。比如二里头村的村民特别质朴那种哈，嗯，他们不知道3000年以前这个地下还有这样的辉煌啊。嗯，这难道不是一种文化的断裂吗？嗯，当然这种就是说引起我们的责任感，那就是像好的我这样的小书，一本本小书哈，嗯，我在用自己的努力来追回唤起这种文化记忆。嗯，通过考古人的努力来唤起文化记忆哈。嗯，现在我们连崇高都被污名化了哈，就是这种责任感这种东西啊，一说起来都不好意思说，好像偏俗似的哈。嗯，但是难道许宏的这种这个觉醒不是越来越浓重的社会责任感被唤起吗？嗯，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吧。嗯，对您来说，一个考古学家来讲，公共了解这些考古学知识，了解古代的世界，他们怎么生活，怎么统治，嗯，这一切知识对他们讲为什么重要？您觉得？啊，呀，这个说起来啊，还是这个就是，比如为什么考古，或者为什么我们要学历史，或者对考古和历史感兴趣，为什么哈？我觉得首先没有必要用高大上的词汇来保养我们的学科哈。嗯，首先就是满足人类的好奇心。嗯，好奇心谁都有哈，都想知道我们怎么来的，我是谁哈，这样的。那其次呢，就是这种安顿身心吧。嗯，古今义理，这个人类不都是为了解决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吗？实际上顶多是换了时代，嗯，换了服装什么的哈。它等于就是人性好的东西是没有变的。实际上是一个触类旁通的这样一个东西吧。人类的忘性是很大的，一再重复着错误。嗯，而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如果把那些大灾大难大风大浪都了解了，然后应该可以看淡你自己的个人小的这个哈，小的这个波折呀，什么这些，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安顿身心嘛。
然后再者呢，就是也有朋友问我哈，为什么你们要考古什么的？我就想用这个来回答，为了做一个有教养的人呐。嗯，你如果就是吃喝拉撒睡觉，那你完全可以活得很好很好的呀。嗯，但是你起码应该知道一点文化的东西吧。嗯。就如果要这个都不需求的话，那考古学就是没有，真的没有用。嗯，考古学是应该是一门贵族的学科，嗯、是吧？民国时期就是那样了、嗯。在西方也是，早期也是，我根本不用不着跟考古，因为考古养不了人，是吧？哈。对。但是考古是需求，那是一种高层次的东西，是一种熏陶啊，嗯、是一种升华呀、啊。嗯，这是老王麦巴斯麦克斯卡。那比如对，回到。您第一次来二里头是96年是吧？我96年博士毕业，因为是搞城市考古的嘛，嗯，后来就被分配到离这几公里的偃师商城。但那个时候怎么也没想到，我这一生居然能、嗯、对到这个地方来。嗯，在我们圈里，二里头都是大名鼎鼎的那个考古圣地呀、啊。嗯，我做的博士论文呢是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上下3000年。纵横几千公里、嗯、我特别需要有一个平台、嗯、一个可以解剖的麻雀、嗯、然后让我真正的这个实施我的一些学术设想哈、啊、想法哈、啊、所以这样来就是说等于我接手之后第一个季度来就领了几个探工然后顺着这个遗址边缘就用的洛阳铲哈、啊嗯、整个打了这一圈这个呢对于这个聚落形态研究来说是最重要的，嗯，我现在可以说，经过我们的这个实地勘察，二里头遗址现存范围约3平方公里，从那开始，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大道，中国最早的带有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嗯，像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发现层出不穷，这好多东西如果只出一项哈、啊，都已经足以这个引起学界的这个震动哈、啊嗯。最早那种，应该是那个你说是。发现宫殿嘛，对，宫墙，那就那一刻，你什么时候意识？怎么就怎么那个细节是怎么样的、哦？那个场景是您是怎么意识到？这个、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这个太有意思了。这个是在、嗯、我在这个最早的中国那本第一本小说里边有一节叫“想出来的工程”，嗯、那个“想”加这个引号哈、啊嗯。嗯，我是先这个把这个上下3000年的中国古代城址哈、啊，一直到这个后来这个城市那个发展捋了一遍。提出了这个大都无城的这种提法哈、嗯、就是庞大的都邑没有外国城但是内城或者叫宫城这是必须有的因为王室禁地不应该是开放的嗯紫禁城你不能随随便便你平民都跑进去溜达一圈、嗯、对不对嗯它一定有防御或者是区隔这种设施、嗯、这样一个信念导致我就是顺藤摸瓜嘛我们在这个老先生们已经挖完的这个二号宫殿的这个东南角再打开一个探方，嗯，进来看看，嗯，西北角打开之后，看看有没有再向北延伸。打开之后，果然都向两边延伸呐、啊，嗯，就是300多米长的宫城东墙，嗯，和这个宫城东北角，发现了，嗯，这一下就是说，想出来的工程啊，这让我想到了这个84年请苏秉琦先生来给我们讲一讲啊，泰斗级的人物哈、啊嗯，苏先生半闭着眼睛说啊。考古这个活啊就是你想到什么东西啊你才能挖到什么我当时想这不是唯心主义吗后来随着阅历的增长你痛感吧嗯这句话的哲学意味嗯太深刻了开玩笑说是这个文学是吧嗯有一分材料说10分话历史学有一分材料你说5分话吧考古学有一分材料说1分话嗯当然现在看来考古学者必须有想象力，嗯，否则的话，你就是一个无谓的，嗯，学者是吧？嗯，你什么时候很清晰地感觉到这一点呀？我觉得还是很晚很晚，是吧？我们的前辈，嗯，我们的就是资深学者哈，这个甚至权威哈，包括现在这个老先生还在谆谆教诲我们哈，考古学是实证的科学。但是现在，我的博客里边、微博里边哈，都有点冒天还是自大不为了哈。嗯考古学是一门解释的学问呢、啊。嗯，考古学更多的是推论和假说呀。嗯，更多的是验证不了的。我们能证明什么？二里头是夏还是商？嗯，在没有像甲骨文那样的当时的文书材料出来之前，嗯，我们能实证吗？这锅碗瓢盆
哪些属于下属于上啊，像这些东西都是解释层面的，嗯，都是属于推论和假说层面的，但想象力应该是必须的吧。像我们手底下挖那个房子，你如果没有房子的概念，它就是一个坑一个洞是吧，哈，嗯，然后你没有那概念，这个刮两下哈，嗯，看不清楚再刮就没了，嗯，就是你一定得，你得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嗯，你带着这些问题，然后你才能哈，嗯，才能这个有所发现呢，嗯。你坐在这儿每天被这包围什么感觉啊？我们先闲聊聊。成仙了。会猜想吗？比如谁在使用这个，谁在使用那个，谁在用，在什么情况下喝这个酒？而且你们想象力太丰富了。考古学家形而下的考虑的是，为什么这些酒器被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放在了墓葬里边，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物？嗯，为什么青铜这样的高科技的，不是用来做最新的东西，而是用来做他们非常熟知的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嗯，这个就是动感，还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嗯，这个传统的这种惯性的存在，它是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而不是首先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把它做成农具和工具。嗯，不是为了解决这个人和神的关系，嗯，造成神像或者是铜面具。嗯，一直思考这样的问题，嗯，但是还真就是感觉这种一贯性吧，是真就是源远流长的。对，那我就好奇，比如说您发现，哎，这是你也喜欢这种比喻，这是紫禁城，这是长安街这种比喻。对对对对对。那你会意识到，就是说这么早的古代中国跟现在的中国之间有这么强的一个连续感，对，一个映照感，对，会觉得历史的延续性太强了，我们甚至逃不出古人的布局吗？对，中国是从秦汉开始那种，几乎就是在这个社会结构上哈，对，变化不是很大的哈。嗯，我说我们这个国家大的地形像一个大的盆地嘛，没有这个自然地理阻隔，嗯，两条大河，这几条大河以及支流啊，嗯，这种四通八达哈，然后呢周围呢相对封闭的就是海洋和这个高山，嗯，这个荒漠，啊，高原，这个哎高原，导致这个人们这个文化底蕴生产生活习惯的这个类同，嗯，包括后来的汉字，嗯，都是这种这个凝聚力，这样就是不可避免的共同的这个思维方式吧哈，嗯，当时那个为什么能从战国走到这个秦汉哈，嗯，这个大家都是一些小国，嗯，哦，你是上游的，我是下游的，哦，你把那个坝一拦，我没有水了，我这边这个欠收了，没粮食吃了，我跟你借你不借啊，嗯，但是你那地方要是我的，这事儿就好办了，嗯，对不对？上游下游如果是都是归一群人管，这事就好办了。嗯，赈灾治水，再加上一个防御北边，嗯，整个人没有广袤的大北方，完整的中国古代史就无从谈起。嗯，整个一部中国古代史几乎可以说是一部胡化的历史。嗯，一波一波的这个有目观，从青铜朝，嗯，代表着最先进的科技啊，然后一波一波的来哈，长城就建在这个400毫米等雨线上，嗯，是吧？然后这个气温稍降一点，这个恶化，它要往南找粮吃，是吧？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脉络，这些构成游牧和畜牧的板块，就整个这个中原三代王朝啊，都是在这两大板块中间。在这种情况下，像这种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这种东西，它没有历史的合理性，嗯，一直到现在，嗯，是吧？所以这样，你一看呢？就贯通起来看，好的东西，我觉得就不会太纠结和拧巴。嗯，那会不会觉得，比如说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在这样的这种历史的传承下，嗯，如果是他们的这两个有这么大的决定因素，对于考古学来讲，是不是个人那种意志，它的重要性会被降低？对，可以这么说，嗯，可以这么说。我甚至作为一个学者，我都想说，都想用我宿命这个词儿，尽管我不太愿意用，嗯，但是这样一个历史大事呢，哈，个人的这个群体的，或者人的影响呢，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呢，可能不能做过高的估计，嗯，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绝不是完全
无者作为，否则的话人就根本就不用奋斗了，出生之后你什么都不干你怎么样，那是根本谈不上的，是吧？对，比如回到八十年代初那个时候的考古学，因为你要接近整个考古学传统，中国就是那是属于什么一个状况呢？当时的那个对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有的学者认为我们仍然生活在我们的大师哈所这个建构的开创的一个时代，因为我们在这次学术大家后面呢还凭着一股惯性。首先我们这个时代也基本上框定了你的一个大的发展态势，当然人也不是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啊。我们都知道像顾颉刚先生，然后这个胡适先生都一起哈，从一古派开始哈，胡适先生甚至都说过东周以前无史，等于就是这个古史辨对于这个中国典籍的梳理呢，实际上就是说尽管是有遗骨过剩之嫌，但是呢它扫清了考古学诞生的障碍，为考古学的这个诞生直接提供了一个非常必要的这个基础吧。这样才有傅斯年先生说我们就是一群不读书的人，我们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是这样一种情况下呢，就是等于那个时候不像后来说考古学是象牙塔的学问，是吧？对，他是要回答我是谁，中国是怎么来的，中国人是怎么来的，这样一些大问题。所以从一开始安特生的发关于仰韶的发现啊，山顶洞的和北京猿人的发现啊，尤其是殷墟这种发掘哈，那就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的。但是后来就是兵荒马乱了嘛，随着这个日本侵略就中断了啊。然后从那时候开始一到第一个三十年，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第一个三十年吧，中国考古学者开始踏踏实实的从这个田野入手，建构文化史的分期和谱系框架，以文化史研究为主的这样一个考古学阶段啊。就是说你要搞清楚一个地区的这个文化面貌，首先要通过这些盆盆罐罐建构分期，这是第一个阶段。如果说从五十年代开始的以来呢，我们一直是强调这个中原中心的，因为文献上是汉字话语系统的哈，汉字霸权的，然后呢这个考古发现大量的又集中在中原，其他都是不说蛮夷戎狄了，是吧，但是也是偏于落后的，中原向四外辐射，那个时候当时是那样一个思潮。而到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各地开始有一些比较重要的遗迹开始出现了哈，良渚文化、红山文化这些啊都开始发现了哈。在这种前提下，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区系类型理论，他把这个整个广袤的东亚大陆呢分成这个六个大的区系哈，各自有其发展演变的脉络哈，然后就用了一个最通俗易懂的这个形容词叫满天星斗，然后呢这个给当时的这个中国考古学界以震撼吧，转变了我们对中原中心的这样一种认识哈。那个时候各地呢都开始这个建立区系类型，现在看来那还属于大家属于上一个阶段的工作。但由于这个工作的长足进展到了九十年代了，等于说我们觉得中国考古学已经开始逐渐从文化史的以文化史为主的考古学转向社会考古。然后这又就是说到，就是说我是怎么这个逐渐从一个极保守的哈，也所以严谨到保守的这种考古学者呢，逐渐这个就是说做一些公众考古的这样的事儿。我觉得这个跟社会风潮和学科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考古学在中国诞生的时候，其实是那一代先驱实际上是跟整个中国的危机意识有特别大的关系。对，这种到包括对西方的焦虑感，对自己历史的焦虑感。没错。这个东西在您在八十年代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中国也是有一种新的一轮的危机意识，某种意义上，我不知道这种有呼应的感觉吗？或者会有什么样的强的共鸣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直言不讳的说，我们的中华民族探源工程啊，包括我们个人来做的这样的早期中国这种研究。我们是带着情感来做这种学术上寻根问主的工作的。我们有利的一面是血脉相连哈，文化上这种相通哈，通过说文解字这个桥梁，一下就跟当代的汉字就连起来了，所以才能同一种甲骨文，这是有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是
我们是不是融进了过多的情感，这个救亡图存、民主主义、建构认同这样一种情怀和文明理性，是吧，文明开化、科学理性，我们要追求历史真实，这两者之间能不能完满的和谐的契合起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中国人哈，我们很有可能经常在纠结和拧巴。嗯，我们的认同是不是应该建立在先追求史实复原的这个基础上，嗯，才能使得我们的认识，是吧，嗯，更深刻，再升华一步呢？而就是所谓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哈，然后如果更多的被物质文化遗产所替代，被考古学所证明的话哈，嗯，那不就是我们不就是更有文化自信吗？嗯。欢迎您进去好。你这一天能来多少个客人呢？到店里啊。嗯，有的时候一天就一两个。嗯。所以我这叫惨淡经营。嗯。那当时徐老师对您的态度是什么？这个想法。他一开始是很反对的。嗯。他认为我进来了，其实对他来说很尴尬。因为原来你看我是个记者嘛，嗯，用他们的话来说，你们是一个是在那个风口浪尖上，嗯，一个是在死胡同里头，嗯，就是特别不搭的那种感觉的。嗯，那个徐老师态度什么时候发生改变呢？做了我觉得有两年吧，我们甚至当面当朋友面打过架。原来许宏是一个很轴的，嗯，就是那个象牙塔尖上的那样的一个人。嗯，而且他就是一直，他会说他一生只做一件事儿，要做最最正宗的考古学。嗯嗯，但是也就是这几年吧，我觉得，从2012年以后，他逐渐的就走出来了，然后就变成现在的样子了。嗯，他自己来这儿吗？他来，他拿我这儿当资料室。嗯，多好啊！那或者您作为妻子，也作为一个。战友妻子人，对，您怎么看他自己的这种所谓的他的局限性？反正我是觉得，就作为一个学者吧，嗯，尤其是像考古这样的学者，可能就是踏实的，稳健的，就建立起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架构，嗯，然后可能天资什么的，可能会后天会得到一定的弥补，嗯，因为我原来从来不认为许宏是一个特别有天资的人，嗯，而且我也不认为他有思想，嗯，我这个妻子够狠的。真是，原来他那个，他们都开玩笑，他一出门他就动不动就说，哎呀，这说什么什么，哎呀，这说的什么什么，他没有自己的想法，他会拿我的想法当他的想法。嗯，但是我觉得他在这个整个这个考古学的这个思考上，他是挺有主见的。嗯嗯，而这个主见我觉得是来自于他就是踏实的这种就常年的训练，常年的对训练和读书。嗯嗯，真好。